接下来说一下22621号作品《支架》，一个默契无间的三人舞，生动地描绘了黎族少女编织花腰带的情景。在穿上嫁衣、盖上红盖头时，你们的舞姿灵动可爱，充满了天真无邪的气息，将待嫁的黎族少女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舞蹈中的道具的运用呀，与舞蹈动作相得益彰。呈现出来了极佳的配合，你们的舞蹈动作呀，干净利落，多以穿针、旋转等形态向观众展示出他们为待嫁的新娘缝制腰带的过程。此外呢，黎族舞蹈的一个特征之一呀，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保持相对静止的三道弯的体态，包括 S 型的旁和侧。然后希望呢，在后续的表演中呢，能够进一步将黎族舞蹈的体态特征展现出来，使得整个表演更加的完美和精彩。